进了他一家超市啊，巨你妈贵。刚才看了一个那什么，那个披萨四成，我靠，要了命了。我个人觉得，在这种地方一个月你真是没有个两三万的收入，活下来是开玩笑，啥也吃不起。它跟人民币的汇率基本上就是1:1，然后你看它的价格，我擦，这一袋咖啡你们30多，饼干全他妈10多块钱，14。这你们120，我操！至少是中国价位的3倍到10倍。